有一只猴子。对啊。你扮演的是什么？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那这个是弟弟还哥哥？哥哥。哥哥，你扮演的是？三太子。本次多少人来啊？一家五口。哦，还有梅啊，梅爸梅妹没有变装就对了。他今天没有穿，不然他原本是打扮成妈祖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有一只猴子。对啊。啊，你这样装扮要花多久时间？多久？不到五分钟。不到五分钟啊！你有化妆呢？有爸爸化的。那、啊、就抹一抹这样。对。那你扮演的是什么？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那这个是弟弟还哥哥？哥哥。哥哥，你扮演的是？三太子。那、啊、你花多久时间？十分钟。十分钟，你们第几次来？第二次。第二次哦，去年也有扮吗？有啊，你去年扮什么？齐天大圣。啊，也是一样哦，那你去年也是哪吒就对了。哦，两个都一样哦。你们是从哪里来？台中清水。还是念国小几年级？我一年级。你一年级啊？你四年级。四年级哦，好，很可爱。爸爸在忙，爸爸不想露脸。爸爸躲起来。爸爸，那我可以拍他们照片吗？可以哦，好。要妈妈要宝宝。这个是妈妈吗？哦，妈妈。那妈妈有帮忙打扮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这个是买的吧？买的，然后毛的部分是爸爸自己做的。哦，手工做的。对，然后妆容的部分也都是爸爸画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缝上去的。哎、欸，很可爱，很用心。对。他怎么会想说要用这个造型来进香？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角色。他们喜欢角色，然后想说让他们有童年这样，不要就是都接触三 C 产品。对，啊，带他们出来体验这个。啊，你们这是第几天？我们走全程。哦，你们走全程，拱天宫开始。对，第一天就开始。啊，那撑得住，五点就出门。就尽量跟。尽量跟就对了。尽量，对。那目前都还 OK， 小朋友都还 OK。都还好。对，就以他们为主。对，他们如果真的累了，我们就休息这样。去年也是。去年也是。啊，怎么会想说要跟进香？带他们体验的活动。对，带他们体验。有跟妈祖许愿吗？没有特别许。对，就只是单纯的带他们体验童年这样。对。好哦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是多少人来啊？我们一家五口。一家五口。哦，还有梅妹没有变装就对了。他今天没有穿，不然他原本是打扮成妈祖。真的假的？比你的动作帅一点。一二三，嘿，明年再见。明年你要变牛魔啊？你们两个会大战呢。哦，你会再加旗子，每年都有新的装备。好啊，那梅会不会变铁扇公主？哦，是，好。然后他是停住了五秒。在乌龟卡卡加入林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